恭迎佛爷。佛爷，夫人让您去见一个女生。我对这些女人没有兴趣。<laughs> 那个。 等那娘们儿要想发作以后，我们就。呸！千货，问我要钱，你交到女朋友还没给彩礼呢，要钱自己赚去、啊。啊啊啊啊、我只是想打工赚学费，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？往哪跑啊？

这男人是，快走！这可是金灵禅的佛爷。<laughs> 这个男人怎么宛如佛子一般？你怎么了？快带我走！<laughs> 嗯 喂，儿子呀，妈妈给你安排的姑娘喜欢不？我不喜欢这么主动贴我的女人。先生，帮帮我。

啊。天哪！我昨天晚上是做了些什么？啊。<laughs> 医生，我最近肚子老是不舒服，还总是想吐，该不会是什么绝症吧？恭喜你，你怀孕了，这可是三胞胎，我好久没见了，天大的喜事啊！三三胞胎，对，就一个晚上，怎么能怀孕呢？要是我妈发现了，岂不是要打死我？ 想打他也没有钱，要不去找乔阳借钱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他已经帮了我很多了。哎呀，小英啊，原来你在这儿呢，妈。哇，这就是那个漂亮妹妹了，白白嫩嫩的，真不错呀、哎。王总啊，我这女儿可是清清白白的，还没谈过对象呢。你要是带回去，她。 就是你的人了，不错不错，这是五十万。哎呦呵呵，妈，你收了五十万，把我给卖了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我养了你二十年，加上利息，何止这,这五十万呀、啊？可是，可是我还要上学呀、啊！上学有什么用啊？啊？哎呀，你还不快滚过去伺候王总？ 给你弟啊凑点老婆本儿，美、哎、人儿跟我回家吧啊。啊！你，快过去，快过去，快过去！我怀孕了。你，你说什么？你，你，你、这个贱妮子！啊！人家把彩礼都拿过来了。你，你这人告诉我你怀孕了，你。你耍我！ 我可不要这种怀过孕的破鞋！呸！松手、哎哎哎哎！好啊，你你跟我说，哎、<哼>到底是哪个男人的野种？我问他要五十万彩礼去！你跟我说。 到底是哪个男人的野种？<laughs> 我问他要五十万彩礼去。<laughs> <laughs> 我不能说，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你，哎呦，你可反了天了啊！我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大，我我我我怎么了我？啊？你现在欠我五十万，出去给我赚五十万回来，要不，要不。 你都不要回这个家，我、啊、去。哼，宝宝，妈妈已经无家可归了，可能留不住你们了。去寺庙拜拜。 或许佛祖会保佑我的。佛珠找到了吗？我的佛爷呀、啊，您那佛珠可是南宋流传下来的沉香手串，哪里那么容易匹配得到？哎，那天在酒店，是不是哪个女的破了您的精身啊？啊 不会说话就别说。简城、嗯，你说实话，我就帮你找。不找算了。嗯。 嗯、神仙保佑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早点结婚，生个孩子，男孩女孩无所谓，我江家得有后啊 <coughs>！夫人，你想要子嗣？<coughs> 我乃天宫道人，现有一良方。什么良方？这些绝嗣家庭。 经我服务获得的子嗣，想要几个就有几个，不要九十九万，也不要八十八万，五十、嗯、万就够了。天哪，五十万就能要个子嗣？好，我买一单。哎<唉>，怀疑是人伦，最多加点科学技术，与你这道士有何干？我这图片都是网上找的吧？你看，水印都没去掉。呃 你，哎，先生，你想长头发吗？我这儿有一良方。原来是假的，想来也是。只是我呀，太盼望抱孙子了。有个消息也是好的。人生无常，我想要打掉孩子，可有人却怕孩子盼得如此厉害。夫人，您可以让您的儿子多跟女孩接触接触，或许哪天愿望就成真了。 这姑娘就不错，啊。<laughs> 姑娘，你介不介意你男朋友比你老啊？啊？嗯，我我儿子三十岁了还没有女人呢，整天学着佛祖清心寡欲，我看你们就挺合适。我都怀孕了，还是不要欺骗这个夫人比较好。 不用、嗯，我是来求学的。啊，这么年轻啊！今天啊，也算有缘，咱们俩一起拜拜吧。好。 他，是，是他之前那个男人。先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出淤泥而不染，你还认识这个吗？ 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，这位先生看起来就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但是作为孩子的爸爸，我跟他要点钱打胎，合理吧？嗯，我想要五千。五千万，果然是狮子大开口的女人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给你？我。 孩子数量太多了，如果想打掉，得尽快，否则危及生命。说呀！你个赔钱货，问我要钱？你弟交到女朋友还没给彩礼呢，要钱自己赚去。敢要不敢说吗？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想要去打小英，<laughs> 你还没走呢。 简成，正好你也在，我还想让你们俩认识一下呢。这是我儿子江简成。夫人竟然是他妈妈，这打胎钱还能要得到吗？既然你说怀孕了，那至少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。什、啊啊、什么怀孕？她怀孕一个多月了，之后可不能不吃饭，这样对三胞胎的影响不好。什么？ 三台，哎呀，佛祖菩萨保佑，我们江家有后了。<laughs> 三台医生明明说我生不了，居然一次就三台夫人，这可、个、真是天大的好事呀！但是这位小姐的身份，来，给管家打电话，让他把房间收拾好。果然被嫌弃了，我就是一个不被喜欢的那个人。 对，简成，我们现在就带小英回家，准备结婚。难道我真的要当爸爸了？小英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去哪？儿？简成。啊、先回我家住。你放我下来，<动>我自己会走。再动就掉下去了。啊 欢迎江少回家。好、啊，进去吧。这个女人值得信任吗？夫人，我不能住在这儿，这房租看起来太贵了。小英，多亏了你。 让我那万年不开窍的老佛子开花了，你这儿媳妇我认定了。可是江先生好像并不喜欢我。哎，什么不喜欢？嘴硬罢了。你和简成都有娃了，改口叫妈。我、啊，好好好，这样你先呐，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。嗯 宝宝，我们要有家了吗？臭小子，好好照顾好我宝贝儿媳妇儿，该有的名分啊，一定要给人家。我自己有打算。再过两天就是你三十岁的生日了，都管了这么久，这是菩萨给你的礼物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呀、啊。什么菩萨呀？ 不都是你搞的鬼吗？我得赶紧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你爸，照顾好陆英啊，江先生。 身上好香啊！在你住进来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我是不是你第一个客户？客户？客户？你们的酒，玩的开心啊？对。 我很缺钱，所以我有很多客户。原来是这样。孩子们的爸爸仔细看了，还真的很帅。这份合同，你看清楚了再签。既然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我自然会负责到底。你孕期的所有费用，我来承担。 你生下孩子之后，我还会给你一大笔辛苦费。辛苦费。但是，结婚这件事，恕我无能为力。毕竟没有感情的婚姻，就像是一盘散沙。哦，oh, 我知道的。你看清楚，就签字吧。怎么这么多灵我只要……你现在要做的。 就是安心养胎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对我家来说很重要。嗯，我明白的。五千万，如果不打胎的话，那五千块交学费的钱就够了。嗯 本人欠江先生五千元，用于交学费。臭丫头，快回来！隔壁村李叔不嫌弃你怀孕，要娶你。 妈，我不嫁人、啊。我，你奶奶的遗物可还在我这儿呢。你想飞远？想得美！哎呀，这这怎么一转眼小英怎么就走了呢？哎呀，我还没见到儿媳妇呢。刚拿了五千万就走了，她就是一个贪财的女人，拿了这么一大笔钱，想走就走吧。你说什么？ 大姐，你回来是想好要嫁给李老叔了吧？我是来收拾奶奶的遗物的。姐，你要懂点事儿。你嫁给李老叔后，家里就有四十万了，皆大欢喜嘛。你整天打游戏，从来不分担家务，现在怎么知道顾家了？你，妈，我我姐她刚回来就骂我。 我只不过告诉他要好好孝敬父母。你个贱丫头，你要是有你弟一半懂事就好了，还不向你弟道歉。我，我现在有孩子了，我不能再任人宰割。我没错，我不道歉。你，我回来是来收拾奶奶的遗物的，收拾完我就走。哟，还想走？既然你回来了，就由不得你。 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赶快把她找回来，不然的话，我连你一块赶出去。她怀着孕，一个人在外不安全，应该也走不远。你快去呀！老爷、夫人，查到了，陆小姐她回家去了。听说她就要结婚了。结婚？妈，你找的是个婚托吧？ 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快点说！陆小姐的家人给她安排的亲事，他们现在就要……你说说你，我催你结婚了，现在可倒好，让别人抢先了。他当时也没答应我呀。哎呀，人家小姑娘是害羞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可真是佛祖显灵了，把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送给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保不住她，保不住这三个孙，我拿你试问！ 但是他贪财这点可不是假的，你找过来的，你可最清楚了吧？呃、啊，对，我很缺钱，所以我有很多客户。还有，他在酒吧陪客人，拿身体换钱，就凭这一点，他就进不了江家的门。你，还有这个合同，你们看看。 你自己看，他欠了什么东西？我只要五千交学费，你放心，我继续兼职，在孩子出生前把钱还上。他只要五千块学费，还要把钱还给我？我早就调查清楚了，他去酒吧就是为了赚钱读书。 而且我跟他之前根本就不认识。什么？陆小姐回家也有蹊跷。他妈把他卖给一个叔叔辈的男人赚彩礼，恐怕现在他就……哎，江建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定要毫发无损的把我儿媳妇接回来。小英，你一定要等我。 我让你不听我的话，打他！让你不听话！<他>我求求你不要打了！别伤害我孩子！哎啊、小,小妮子，别哭啊！叔叔疼你。<laughs> 啊！你啊！不是检点的你啊！你还敢动手了？你？打他！ 打子父亲是江简成啊！<laughs> 哎呀，你说是是那个江氏集团的江简成啊？还是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啊？就你这个贱坯子，也想攀上那样的主？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就让他来救你啊！但是结婚这件事，<laughs> 是我无能为力。 小先生，听我来。<laughs> 小妮子，你是活疯了吗？啊，谁不知道？就那冷面佛爷，他不爱女人，还不如我强呢。<laughs> <laughs> 不要，不要！<笑><笑> <laughs>

那天晚上，我是不是你第一个？我缺钱，所以我有很多客户。卖酒很难卖出去的。对不起。在不起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叫也没用，江少在他的大别墅里根本就听不见。叔，让你快活快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<laughs> 我看谁敢欺负我夫人！啊！哎哎谁、啊、哎,哎！你们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你们谁呀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谁呀、啊？啊、我看谁敢欺负我夫人！啊、<laughs> 小莹小莹 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这么多苦，梁先生，你真的懒了来了，别怕，没事了。我夫人怀了我的孩子，不允许再欺负她。啊、你们谁啊？你们？这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给我解决了。啊、是。 哎，你们这个就是流氓行径啊！这可是我家，你带这么多人到我家来，这算什么呀？你，你就是陆英的野男人吧？哎、告诉你，你想要和他结婚，没有个百八十万，我不同意。就是强闯民宅，我报警抓你们。那你报，我看看强卖女儿会有什么样的处罚。哎哎哎，谁卖女儿了？你，把他们全部处理掉。 我不想再看到他。去！哎哎哎！你给我回来！你不许走！你给我回来！那可是江简城，江大佛爷。什么？小英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太蠢了，一直在误会你。我应该选择相信你的。 不应该用恶意去揣测你。你能不能快点醒来啊？我会对你和孩子负责到底的，好吗？江少，你的孩子，孩子怎么了？孩子怎么了？江少。 孩子的 B 超我检查过了，一切平安无事。母亲只是受到一些外伤，只是被吓昏迷过去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多胞胎本来就会不断吸入母亲的营养，我建议这段时间让夫人多多休息。好。小莹是我不好，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我会用我的一生去补偿你。 不要打我孩子！不要，小英，小英，不要打我孩子！没事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江先生，你来了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晕过去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小英，以后不管是你，还是你肚子里的孩子。 我都会负责到底的。这是怎么了？江显城像变了个人，他做错什么了？你等一下，你现在腿伤得很严重，还是不要走路了。谢谢江先生。少爷，这里有碘伏和棉签，待会儿你给少夫人检查一下身体，有淤青的地方先用冰袋冷敷一下。 二十四小时之后再热敷。好。闪、嗯、一下。没事。 马上就好、啊。他居然这么关心我、啊，还要擦哪儿啊？我还要擦一擦你的大腿、后背，还有肚子。什么？那不是要全部脱光光？ 你是孩子的母亲，你为了孩子受伤，我当然要亲自照顾你。那，那你帮我看一下后背就行了。嗯，好。<laughs> 疼吗？啊，不疼。疼的话你可以叫出来。以后我江家人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欺负。我知道了，这次是我没有保护好宝宝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 我说的江家人，也包括你。你现在有宝宝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事的。小英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要去视察一下工作。你有任何需要，就找六嫂。嗯。 喂姐，上次李老叔被打了一顿，他要咱家赔偿两万块医药费，不然就抓妈去坐牢，这个怎么办啊？姐，你救救咱家吧！这个家还真是断也断不了，他毕竟对我有二十年的养育之恩。 毕竟是江先生的人打的，得想办法再挣点钱给家人还债。江总，最近这高端住宅啊，真是越来越不好卖。也不知道小英在家做什么。先生，你要看房吗？小英，乔阳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在这儿打暑假工啊？ 他在这儿干什么？他呀，亲爱的实习生。让他好好休息，怎么一转眼就出来了？哟，这谁呀、啊？你女朋友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她是我高中时候的班花，人家不一定能看得上我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对了，这套房子多少钱？您说的是这套吗？是。这套是楼王，价值两千万。 什么？两千万？这马上还不如去抢？<noise> <laughs> 小英，我小叔他不是缺钱，他就是不想花冤枉钱。这刚来就遇到硬茬，你看看他们像什么样子？嗯、呃，像有钱有颜的客户和娇俏可爱的销售。嗯 呃，像青梅竹马，打情骂俏。我的售楼部是让人谈恋爱的吗？嗯、呃，售楼部不能谈恋爱吗？哦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呃，工作期间禁止搞对象，我回头就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实习生。 这胸针好可爱啊，是您孩子送给您的吧，先生？我们的楼盘配备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顶级名校，而且啊，楼下就有四 A 级大公园，还有医院、有养老院，只要你买我们的楼盘，就可以享受从出生到养老的优质服务的。小叔，您不是一直想给奶奶换新房子吗？到时候也方便做检查呀。但是售两千万。 先生，您是陈氏集团的吗？是，这边只要出示工卡就可以享受八八折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赶紧下定金。好的，先生，这边等我一下。嗯。真没想到，他居然应对自如，精准预判客户需求，高端。哎对，这个销售小妹妹挺漂亮的。 赶紧去追，快，去吧去吧，小英。啊，怎么了？我，嗯，那个，下班以后我们聚聚吧。嗯，好啊，顺便给江先生买点东西。 贴我员工这么近干什么？哎，小英，这大叔谁呀、啊？大叔，嗯、这是小孩啊！他是我老，我老板。除了老板，还有个哦，原来是老板啊！你好，我是陆音的高中同学，谢谢你对他的照顾。你好。 江先生怎么一脸火气？哎呀、嗯，江，呃，老板，我刚刚开两个大单，想请客户去吃个饭，怎么样？不，不错，去吧。谢谢老板。那就谢谢喽。 先走了。她怀着身孕，我得跟着她。四大皆空的冷面佛爷，这不挺有情趣？小英，我记得前面有一家炸鸡店，既便宜又好吃，你最喜欢的。你还记得？这鞋子款式不错啊。 他怎么盯着一款男鞋？啊？这不明显吗？给他那个青梅竹马买的吧。夫人说今天是江先生的生日，这双鞋送给他正合适。小英，我去下洗手间，等我。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卖楼的不是在隔壁吗？站在我店门口都把我客户给挡住了，滚啊！我就是看这双鞋的设计还不错，我想。这卖楼的，看见我们这种高级的店，不应该转过头滚出去吗？别挡在我们店门口好不好？<laughs> 来者都是客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？<laughs> 客人。 买得起我鞋的才是客人，你就是那种瞎逛不买的。看看看看，把我地都踩脏了。我就是来买鞋的呀，口气真大。你不是想买这双鞋吗？你先看看标价、啊，你要是能买得起啊，我们就向你道歉。嗯、还好和主管预支了提成。 赔偿了医药费，应该够买鞋了。果不其然啊，一身破烂货，还背个假包，怎么可能买得起我们这么高端的鞋子啊？谁说我买不起？你们以貌取人，侮辱客人，商场老板知道吗？哟哟哟，还商场老板呢？你哪位啊？你培养商场老板知道你？操、啊，原来是个最低级的实习生啊，还得搬出老板来唬人。啊 你，把这块地给我擦干净，给他当清洁工啊，正好，快拖，拖完呀，仓库里还有一双残次品，刚好给你申请打个零点零一折，啊，拖呀，你拖呀，快快拖，快拖住手。 谁说他买不起？谁说他买不起？江先生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来给我妈买鞋。看中什么，随便挑。这不就露馅了吗？我不用了，这里的鞋太贵了。 既然你不选的话，我就帮你选。这一排，那一排，全部给我包起来。江先生，我就一双脚，穿不了这么多鞋。孕期的时候脚会变大，多备几双穿着舒服的鞋子。如果穿不了的话，就摆着看。坐。好的，先生，把上帮你包起来。哎呀，这可真是豪爽的大客户，我今天的业绩又着落了。<laughs> 你，把那双鞋。 跪着给他说什么？给个破卖房的实习生？哼，你知道你得罪的是谁的人吗？江少是我们商场的老板，你敢得罪他的人，你完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小姐，小姐，能不能原谅我？ 不管顾客是不是江先生的人，都值得被尊重。嗯嗯，走。教授教授教授，我错了。鞋子还合适吗？挺合适的，挺衬你的。 哎，这姑娘是谁啊？江叔对她好像还很亲昵的样子。老板，你对员工是不是太好了？你就这点追求，走，继续,续。小英，我正找你呢，我顺路给你买了一条裙子，你穿上一定很合适。 小英，给，饭店我已经订好了。那请问现在过去吗？好，小英，外面的饭可能不太适合你的胃口，而且家里也做了饭，家里的比外面的更适合你。江先生今天是怎么了？小英最喜欢我妈做的卤肉饭和豚骨拉面。高中的时候，我经常给她带饭吃。对。 高中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吃阿姨做的饭菜了。我们家吃的肉和菜都是生态农场特供的，不是外面的速冻是吧？小英，你要想吃卤肉饭的话，我让六嫂给你做，保证干净又卫生。六嫂做的饭菜真的很不错。这位老板，小英和你只是上下属关系吧？怎么，她吃个饭你也要管？我们可不只是上下属。之前她没人照顾的时候，都是我在照顾。那你就是过去式。 哎呀，你们没什么事就不吵架啊！我们没吵架。这两个人怎么跟开屏的孔雀一样？呃，乔阳，我和老板还有事情要聊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？可、啊，好了，那你有什么事第一时间通知我。 嗯、江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啊，回家吃饭。刚才那个男的跟你认识？哦、嗯，对啊，我被家人赶出来的时候，强阳对我非常照顾，我还挺感激他的。啊、嗯，江先生变脸好快啊！

你怎么来了，江先生？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！从小到大，我的家人从来不会给我庆祝生日，只有在我弟弟生日的时候，我奶奶会偷偷给我蛋糕吃，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 今天既然是江先生的生日，你可以让我幸福一下吗？嗯。<laughs> 来，寿星吃蛋糕。我不爱吃生日就应该吃甜的，这样可以让你感受到幸福。尝一口。<laughs> <laughs> 哎，江先生，你不嫌弃我，还对我这么好，我很感激。这双鞋送给你，这不是白天那双吗？啊，我看他做工很不错，就像主管预支了工资买的，他应该可以配得上你。 来，祝江先生三十岁生日快乐！等等，孕妇不能喝酒，这是气泡水，不是酒。放心了，我知道我肚子里有三个宝宝，是江先生的。 <noise> 干杯！江先生，你很热吗？我去给你拿扇子吧。啊、嗯！ 如果爱残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。醒来后挽留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征途，抓紧我。哎让我看看，我也我也看不到简称他们在干嘛呀？哎呀，行行行，也让你看看他们小两口。哦，看来简称 这次过生日是用不着咱们了。嘘，我让你准备的宴会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准备好了，按照你的吩咐通知了全城的命令。没想到冷面佛爷又要红鸾心动的一天。啊，刚好薛妹今天回国，该不会你要宣布的对象是她吧？八卦完了吗？八卦完了，赶紧去办正事。 好,好,好，好，好，小英，我会给你一个正式的名字，让整个金陵城的人都知道，你是江家最重要的人。 昨晚我到底怎么了？喝个气泡水都能喝晕了，难道是因为怀孕嗜睡吗、啊啊？昨晚我、呃……昨晚你睡着了。啊、嗯！书上说孕期的人都嗜睡，嗯、是这样吗？原来不是我一个人为了宝宝努力，江先生也在认真的学习。 他怎么又这么盯着我？你这张嘴看起来很甜。小英，你醒了。昨天晚上我看你们小夫妻俩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就没打扰你们，给你们俩盖上被子，我就走了。 夫人，我们昨天晚上没做什么吧？做也没关系啊。<coughs> 啊，我听说啊，你去简城公司的售楼部兼职去了。你现在怀着孕了，就别去那么鱼龙混杂的地方了。这边只要出示工卡，就可以享受八八折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赶紧下定金。夫人，可是我……妈小英又不是我们家的笼中之鸟，她想上学或者想工作，那是她的自由。而且。 这还有我在吗？行吧，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，听我儿媳妇的。但是孩子呀，月份越来越大了，小英的名分啊，一定要给夫人。您这是晚上简成要带你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宴会，你把这些都换上，跟着他一块去。我。 和江先生，你就换上吧，这是我妈的心意。嗯。Oh, 好看，难怪会招其他人喜欢。<laughs> 哎呦呦，看，眼睛都看直了。 我儿媳妇呀，真是漂亮。哦、啊，那个，我一会儿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 江先生说的惊喜是，好，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对我，还有对江家都很重要的。江少，老爷让您过去一趟。好，小英，这串佛珠是我从小一直戴的，现在把它给你。那我先过去一趟。 江先生说的人会是我吗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这个宴会啊，可是江少专门举办的，听说就是为了在此宣布一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天哪，那岂不是将来江家的少夫人？在场这么多人，会是谁啊？ 这裙子可是高定，最少七位数。难不成江朝最重要的人是他？这是哪来的？什么呀，我们都没见过他，扭扭捏捏的，走错地方了吧？等等，你是哪位啊？来这里干嘛？啊，我是来参加宴会的。参加宴会？啊啊啊、谁带你进来的？是。 是我家人带我进来的。哎，这不是酒吧里卖酒的小妹妹吗？<laughs> 卖酒？我看啊，是陪酒吧。说吧，傍上了哪个老板当家人啊？<laughs> 我之前卖酒是为了挣学费。哟、哦，挣学费挣到名流宴会上来了。那今天带你来的是哪位名流啊？<laughs> <laughs> 我家人是江先生，没有对外公开我们的关系。 我在这个场合说了，对他的名誉不好。我为什么要对你们说？反正我是被邀请进来的。小妹妹，你吹牛不打草稿的吗？你一个陪酒的，配合我们这些名门千金站在一块儿吗？就是啊，别以为租了一套礼服就能出场，你走进来。哼，今天可是江少为他最重要的人举办的宴会，这么高档的宴会，你这种身份的人只会脏了这个地方。<laughs> 没见过世面的人就是这样，什么事情都想插一脚。大小姐来了，快看快看！哇，这不是金陵城赫赫有名的薛大小姐吗？啊、薛家珠宝独女，这气质果然非同凡响啊！让大家见笑了，简称哥哥这次准备的宴会。 实在是太隆重了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果不其然、啊，这薛大小姐才是宴会的主人呢、啊。原来那个千金大小姐才是江先生的结婚对象，而我生完孩子就得离开，重要的人怎么可能是我？你是谁？阿身里的这条裙子只留给了简晨，你身上的这个是从哪来的？ 从哪儿来的呀？说呀！快说,说,说呀！快说呀！谁家人给的？她叫陆英，是个酒吧陪酒的。这条裙子不知道是她从哪儿偷来的。<laughs> 酒吧陪酒女，<laughs> 快来人，帮我查查她在酒吧里到底都陪睡过谁。<laughs> 是谁邀请你到这么高级的宴会厅里来的？<laughs> 不知道她怎么混进来的。如果薛小姐看不惯，<laughs> 我们把她赶出去就好了。<laughs> 这条裙子我还没穿到。 就被你一个陪酒女给穿了，真是晦气！你们俩把她的裙子给我扒下来！<laughs> 你们别乱来，这条裙子是江先生给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是简晨送给你的？难道简晨哥哥要宣布重要的人是他？薛小姐，你别信这个陪酒女，你没进来之前，她就不愿意说是谁带她进来的。 现在竟然敢打着江少的名头在这招摇撞骗，原来是这样，差点就被你给骗了，真是晦气！啊、大名鼎鼎的金陵城宴会，邀请的就是你们这群捧高踩低的人吗？简直狂妄！小妹，好好教训他一下。 呀，裙子都湿了！快来人，帮我把他的裙子给我扒下来！不 <laughs> 要开我！给我狠狠的撕，好好招待一下，并且上流社会的贱货！你们，你们会受到报应的！报应、啊，报应只会出现在你这种穷人身上！你们放开我！啊 嗯、啊啊，穿了礼服还不止，还要学简城哥哥戴佛珠，你也配？这是他送给我的佛珠，你还给我？是你那个野男人送你的吧？这么宝贝、啊？这串佛珠真的对我很重要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还给我吧。你越是想要，我就越是不给。你还给我！想要啊，跪下来求我。跪下，跪下，跪下呀，跪下呀，啊、跪下呀，跪下，跪下 跪下呀！跪下，跪下！跪下！跪下跪下 <laughs> 真是个废物，就为这么一串破珠子就跪下了。我已经跪下了，可以把佛珠还给我吗 <laughs>？ 这串佛珠是我从小一直戴的，现在把它给你。我说的江家的人，也包括你。江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没有保护好你送我的佛珠。这套帝王绿翡翠是我们薛家收藏的珍宝，送给江家未来的儿媳是最适合不过了。色泽正浓，小英戴上很合适。孩子爸。 你说呢？就选这套吧，老薛推荐的肯定错不了。这一套本来打算留给薛妹出嫁用的，但是她不喜欢翡翠。简城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，送给简城未来的媳妇儿也算是正当其用。不知道这谁家的姑娘能博得简城的青睐、啊？江少，不好了，少夫人在前厅正在被人羞辱。什么？啊、小影。是我不好。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我会用我的一生去补偿你，小英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乔先生，我要怎么才可以平衡你做我的付出？你们今天这么做，会后悔的。真是个贱人，我倒要看看会有什么后果。给我住手！ 小玉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佛珠<祝>，没关系，我还会送你好多。江少，您终于回来了。 这个陆英一直在欺负薛小姐江，江少，这个叫陆英的不知道怎么混进宴会厅的，还对薛小姐指指点点。我们正替您教训他呢。就是他，简称哥哥。他说这个耳舍里的定制礼服是你送给他的，我是在教训他呢。江少，你是不知道，这陆英是我高中同学，他可是我们班最穷的，平时就靠在酒吧卖酒挣学费，现在竟敢打着您的名号招摇撞骗。 这条裙子，是我送的。什么？江少送她裙子、啊？江少，您可是要宣布会有个重要的人出现在您生命里的？这难不成？薛妹，她的裙子被扯了，是你做的？小陈哥哥，她就是一个酒吧的陪酒女，你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？因为陆英、嗯、是我的人。是她他,他的人，他的意思这不是？小陈哥哥。 你一定是被他给迷惑住了，崔小姐，你要我查的东西我帮你查到了。大家都看清楚，陆英之前在酒吧里陪睡过野男人。大家都看清楚，陆英和一个野男人匆匆忙忙的从酒店里跑了出来，第二天早上才出来。这视频可是真的，这不是陆英吗？这个男的。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原来她真的是个陪酒女啊！就这德行，怎么能配得上江少？怎么办？当着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可能说这男人是谁？何况他也不一定愿意。这种人不配出现在江家晚宴上，带着那野男人滚出去！洛英，我这还不整死你？你们口中的野男人就是我。这男人竟然是江少？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继续。 谁对我有不满？来，继续。景琛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陆鹰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们这些欺负小鹰的，都记住，以后在金陵城我发落。景琛哥哥，都忘了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说过，我一定要嫁给你的。我说过喜欢你。谁在欺负我儿媳妇？ 天哪，这不是江少爷的母亲崔夫人吗？果然，这气势不怒自威啊！你们谁在欺负我儿媳妇？伯母，我对景琛哥哥这么好，你应该知道我才是你的儿媳妇，对吧？老薛，你来看，该怎么处理？爸爸，你知道我一直都喜欢景琛哥哥。 你快帮我说说话呀！逆女，人家简城喜欢的对象另有其人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简城，老姜、啊，我闺女被我娇生惯了，我这就把她带走。走。看来啊，这陆小姐可是板上钉钉的江家少夫人了。啊,啊！我现在宣布。 陆英是我唯一的夫人，她不是什么豪门的大千金，也不懂豪门的规矩，但是我希望你遵守她的，因为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那个宴会怎么了？我没说清楚吗？ <我>还不改口？开窍我什么？教我什么？简城<成>。以后他们就跟着你，你出门也不害怕被人欺负了。谢谢你，简城。今天江先生忙。 我也有保镖，不如今天就把奶奶的遗物拿回来。你们在楼下等我就好。奶奶的遗物应该就在这儿。 你，你居然还回来，怕不是被那江大佛爷给甩了吧？好，偷东西，我现在就打死你！嗯。六嫂，小英她今天怎么没回家呢？少爷，夫人好像说她要回陆家一趟。什么？来人呐！给您偷了家里的东西，来做贼啊！ 抓贼！你说谁是贼啊？说的不就是你吗，姐？趁着爸妈不在家，你就回来偷东西。你说是不是还偷了钱？我一直在给你打工，赚的钱大部分都是给你的。你每天吃喝玩乐，怎么不说是你偷了家里的钱啊？我花家里的钱，那算偷吗？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你花家里的钱就是理所应当。我多拿一分都是奢侈，每天吃的也是抗咽菜。<呵>这个是奶奶的遗物。 你跟爸妈从来没有善待过奶奶一天，连她死了都要偷走她的遗物，我现在拿回来有错吗？你奶奶的遗，你以为那真是你亲奶奶吗？陆莹，你可真是太可你压根就不是我们家的亲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把你抱，你觉得你能活到现在吗？你早都不知道死在哪个垃圾桶里了。你现在还想要奶奶的遗物？你给我多交出点钱还差不多。 真是浪费口舌，跟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？把东西交出来，我还能留你个全尸。那我就不用再管他们是我的亲人了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也还了他们的养育债，从此我们两个相欠。你敢跑，我现在就打死你！好啊，我现在名义上还是你的姐姐，你敢打我，咱们牢里见。你敢威胁我，你看我敢不敢？我你。 小英，你也敢碰你？江大佛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简称原来我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他们。 他们全都不是我的家人，正好那些坏人不配当你的家人。可是我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却对我非打即骂。我忍了那么久，还给了他们那么多钱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放心，他们欠你的，我一定会一点一点让他们还回来。简城，我可能真的是孤儿，我的父母。 他们还活在世上吗？不管他们在哪儿，我都会帮你找到他们。<是>而且你现在不止你一个人，你还有我们的三个孩子，<是>你还有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嗯，我现在跟陆家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。 我要去做公证，跟他们完全割席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嗯，简成，我现在肚子慢慢大了，但我还想上学。 你当然可以去上学了，但是在此之前，明天先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<吗>？去结婚。我没结过婚，不知道结婚怎么办。看着能笑就行了。来，微笑，再<来>靠近一点。好，我这就跟江先生结婚了。 重要的物品我来保存，那你现在该叫我老公。我哎，少不然。 你回来了，少夫人，我先都已经结婚了，不叫夫人叫什么？呃，对，少爷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让我做饭，说要买一些清淡的、营养均衡的菜，还说是夫人最爱吃的呢。那六嫂您先忙吧。哎。 这次真好看，难道是江先生写的？夫人，该吃饭了。哦，就来。这是做的什么呀？这么香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哎、我下午看到你桌上的佛经了，结构工整。老公怎么这么优秀？那、啊、是。 你怎么没穿鞋、啊？哦，我去穿。嗯、以后不许光脚走你是女孩，怕凉。况且你现在还是孕妇、嗯。自从和他结婚后，他真的对我很好。我饿了，吃饭吧。 老公，我想睡觉了。那你睡啊,啊。我现在又不想睡了。那你想干嘛？我想你抱我。<laughs> 等我一下。 简晨哥哥，好巧啊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。巧什么巧？上次的账还没跟你算，你还敢过来？是这样的，简晨哥哥，上次的事情是我的错。你跟陆家的那个小妹妹，我已经和小英结婚了，她现在是我的妻子。你有事说事，没事就给我滚。是这样的，简晨哥哥。 我前两天在国外旅游时，给朋友带了礼物，想着先拿过来给你看看。我妈喜欢的东西可多了，你知道她喜欢的是哪一个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当然知道。就算是她喜欢的，我妈也不需要。赶紧滚！啊、景琛哥哥，啊、景琛哥哥。 都是金谋！如果不是因为陆星那个狐狸精，简哥怎么可能会不收我的东西、啊？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老公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怎么了？这么为难？我……别抠了。 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没有紧张，我只是想跟你说，我好爱你，傻瓜，我也爱你。白天薛妹拉着你做什么呀？别动，有颗小木刺扎进去了，我给你拿东西。 啊，哎呀。没事了，就有点小伤口。他怎么这么能忍？一定是经历过太多。了。小英，你别害怕，不管怎么样。 我都会找到你的亲生父母。谢谢你，老公。可、哦、我只想问薛妹罢了。的把手给我。这几天不能沾水，小心伤口发炎。好。少爷，你晚上睡屋里吗？他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要不今天让他一个人缓缓。 不睡，隔壁的房子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收拾过了，要不你去住那边。陆英他现在年纪还小，如果半夜出什么事找不到人怎么办？少爷，您是不是把小英当小孩了？他是大人，他晚上睡着了不会有任何事的。您天天上班，这睡不好怎么能行呢？你都收拾好了吗？嗯，快去休息吧。好吧。 沙发这么软，把腰睡坏死了。<laughs> 小丫头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 嗯，啊、怎么睡觉还不老实？嗯，老公、嗯，老公，我们昨晚还睡在一起。 醒了，赶紧洗漱吧，吃早饭。我让六嫂专门做你最爱喝的甜粥。老公，我想去公司，想出门逛逛。当然可以了，江氏集团，你随意进出。 你走进这张卡，你随便说。嗯、之后我要硬气起来，现在我可是有人撑腰的。<noise> 老公，嗯，吃水果吗？ 啊、uh，老公，我今天去上班了，我学了好多东西，还见了好多人。是吗？我老婆这么棒。<laughs> 老婆，啊？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行业？我其实挺喜欢设计的。设计？那正好，我请几个教授来教你。 你刚好可以再重新学下设计，到时候再去海外上学。真的？我还可以去海外的大学？这有什么不能的？呃，等你考上之后呢，我会和宝宝一起去海外。哼、嗯，谢谢老公。我没想到我还会有这样的机会。会的。其实呢，你一直都很优秀，只是之前一直没有展示的机会而已。 老公，你真的觉得我很优秀吗？嗯。可是从小到大，我妈陈秀丽她只会夸录播，把我说的一无是处的。老婆。嗯。你忘记了，你可是能够轻松售卖两套豪宅的销冠呢、嗯。那天你在，你啊，就是之前性子太软。 所以经常被欺负。嗯，以后我要学着硬气一点。以后有我在，不可能有人会再欺负。嗯、赵爷，夫人最近上班，<laughs> 夫人最近上班挺累的，有空您带她出门放松一下。 嗯,嗯洗，洗澡，起床在洗澡。 怎么了？我刚刚听见小英在叫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。六嫂，您去忙吧。怎么了？哦，我是想说，吃完饭我想去运动运动。好。啊。啊。你就穿这个运动啊？ 不然呢？你不说早上要运动吗？我带你换衣服。少爷，我的眼光不错，是挺好的。就是下次把这个裙子换成裤子，这样运动不方便。嗯、老公，我现在可以跑步吗？我们不去运动，我们走走。 小英，啊、你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人。说什么呢？简称才是好人吧？你要答应我，要一辈子陪着我。嗯。小英，我先回公司一趟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好。 录音是不是住这儿、啊？他不住这儿，你们干嘛的？我们查到了，这就是他家。我说了，他不、啊、住这儿就不住这儿。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，你们给我追、嗯！你们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老陆，老陆，快去追上他们！他们是那个雪妹的粉丝，他们是来找录音麻烦的。反了他们了！走了，还给我找这么多麻烦！ 那个贱人都走了，还给我找这么多事儿。哎呦，不如我们把他抓起来送给薛小姐，这样也算帮我们报了仇。你说的对。哎呦，你怎么哭了？听我说，你有任何的事情不要憋在心里，都要告诉我。 听到了？怎么了？你快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了？网上有人说，说我是小三。学妹，您放心，我已经让别人撤热搜了。那些网上的流言蜚语，你不用那么关注。我就想让你亲口告诉我。 我到底是不是？你当然不是。我发誓，我从头到尾都只有你。真的？你不信啊？才没有。那你刚刚为什么哭啊？我没有，我就是眼睛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、啊？我看看。你别看了，我去休息。看看 小英这姑娘，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还这么害羞。<laughs> 江少，不好了，网上出现了很多黑陆小姐的通稿。谁让他们干的？呃，就是薛妹、嗯。真是给他脸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帮陆小姐吗？ 你说呢？立刻去处理。是。喂，陈少。哎，简成，晚上有个酒会，记得来玩。没兴趣。哎呀，别这样嘛，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惊喜？哎。 建成，我等你好久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你说吧，找我到底什么事？哎别着急嘛，一会儿就知道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惊喜，怎么样？就他呀？你是在侮辱我吗？我现在看到他就只觉得恶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欺负我老婆。原来如此，啊，那你想怎么对付他？ 让他付出代价。好，我支持你。哎，告诉你啊，薛妹她为了见你，可是准备和另外一个大导演。嗯、杨导，杨导怎么还没来啊？杨导。 景晨哥哥，薛小姐，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聊一聊。景晨哥哥，你要找我聊什么呢？我现在还挺忙的，要不然你等我一会儿。听说你最近找了很多人来黑我了，我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是吗？要那杨宝宝什么用？ 不如直接依靠江简辰。简晨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不是我们，简晨哥哥，你看我今天好看吗？<laughs> 景简哥哥。<laughs> 薛小姐，这些都是大独家哦，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出去！记者应该会很喜欢吧。我想去前面逛逛，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。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派人去买就行了。你跟我上楼去休息吧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如果逛累了就去找你。 那只能逛一小会儿，太热的话就赶紧上来找我。还有，发生任何事情都要给我打电话。你回来的时候也要给我打电话，我让人下去接你。好了，我会乖乖听你话的。嗯，拜拜。嗯 这件衬衫如果送给简成他会很高兴的吧？你好，这件衬衫可以给我拿一下吗？抱歉，这件衬衫是我们店里最贵的一件衬衫。您要是不买的话，就别看了。这边还有很多价格便宜的，这些都适合你，连看都不能看吗？抱歉，不能。怎么又被人看上下菜碟了？那你们店里最贵的衬衫卖多少钱？ 这件衬衫身价在六位数，你问了能买得起吗？那这件衬衫你们全店只有一件吗？是啊，只有一件，十几万的衬衫还能量产吗？好，那我要了。这个品牌我倒是没听说过，你这花我挺喜欢的。小姐，我们这件衬衫的价格是十七万八，你的卡，嗯。 啊、你帮我包起来吧。另外，卡可以还给我了吧？啊，当然，还给你。小姐，给你。谢谢啊。 他真的买走了，看到他刚用的那个杯子了吗？售价六千多，他那个颜色还很稀有、哦，应该更贵。能用得起那样杯子的人，买一件十七万八的衬衫，并没有什么稀奇。江锦城，难道他跟江大佛爷有关系？我回来了，老公，你回来了，你出去了，嗯，我给你买了衬衫，你看看喜不喜欢。 真好看，谢谢老婆，<laughs> 我亲爱的老婆。嗯，老公，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这样也挺好的。那怎么行？咱们必须名正言顺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夫人，陆英。 你们好，啊啊、夫人好漂亮啊！啊啊 <laughs> 我我去个洗手间。嗯、总裁夫人好漂亮啊！就、啊啊啊啊、是好漂亮，太 是你啊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，你觉得呢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江简晨他是我的，而你这个女人，竟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，今天我就好好的收拾收拾你！啊、就你这样的货色，还配得上简晨哥哥？ 他可是我们青云城第一世家的继承人，就凭你，你想配上他？我可以学，有什么不会的，我都可以学的。学？怎么学啊？有些东西他是与生俱来的，比如说血脉。就你这样的人，只会玷污他尊贵的血统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离开他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离开他。啊！我告诉你。呃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。好、啊，有话好好说。你想让我离开他，至少得开个价吧？我就知道，像你这种女人，就是为了他的钱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开个价、啊。你敢耍我？救命、啊！你见到我夫人了吗？ 江少，属下看见陆小姐进了卫生间，到现在还不出来，还没出来啊！救命、啊！救命啊、你说，我要是用刀子把你的脸给划烂了，景琛哥哥还会要你吗？嗯 千之 <laughs> 哥哥，小英，小英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千之哥哥，我，如果你照顾不好他，就不要祸害他，把他还给我。 小英是我的妻子，没人能带走她。你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了？母子平安，只不过受了点惊吓，留院观察一晚，只要不发烧就可以出院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哎、<呦>江建称，你这个禽兽！她才刚满二十岁啊，你就让她怀孕了？ 你简直不是人！他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，江简城，小英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老公。小英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，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孩子没事。 我们刚刚在医院做完了所有的检查，没有问题，放心。那就好，那我也没事。小英，对不起，我明明知道薛梅对你一直有恶意，但是我没有引起重视。不怪你，都说只有前日做贼的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既然他嫉妒我，总会找到机会的。我老婆怎么这么懂？<laughs>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那陆音可是江家的女主人，我可不敢和江家做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敢耍我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可不敢耍你，只是我要这个数。事成之后，你想要多少都可以。好，陆英，这回我要你死。 怎么了？我感觉有人在盯着我。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啊。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。我有点累了，那我们先回去。好，咱们走。啊啊啊！<laughs> 醒了。 没想到吧，我们会再见 <laughs> 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一会儿就知道。六嫂，你把六嫂怎么样了？我能把她怎么样？她可是崔巧云最重视的仆人，我当然不会把她怎么样。至于你，那就给我等死吧。你上次害我，已经放过你了。 你怎么可以恩将仇报呢？<laughs> 我恩将仇报，明明就是你抢走了简城哥哥。你说我恩将仇报，我没有抢，江简城根本就没有爱过你，是如<吗>果 <laughs> 不,不是你的出现，他会不爱我吗？都是因为你，你这个贱人，把我放了，不然江简城不会放过你的，是吗？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嘴硬是吧？你以为你今天还能逃得出去吗？ 你以为江景城还有机会找得到你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这一次也不是我安排的，也不是我要把你抓到这里来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要知道，想要你死的人可太多了。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怕。从你让我声名狼藉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什么也不怕了。你快把我放了。 你快放了我，不然江简城不会让你活着出去的，是吗？哼、嗯，江简城算个什么东西？等我上位，第一个要除的就是江家。你和江家有什么仇怨？<laughs> 你猜？哼、嗯，这张脸。 好眼熟，好像在简城的全家福里见到过。你，你是简城的弟弟？谁要承认他是我哥呢？你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解决的。好好解决？哈哈哈哈哈！当年老头子为了江简城，把我赶到国外几十年，夺回江家，夺回我失去的一切。江毅然。 我有办法可以帮到你，陆英，他是江家的人，江家是绝对不会对他坐视不管的。我们可以把他当做诱饵，然后引江锦城出来，呃、最后、呃、一起解决。有道理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<laughs> 这怎么还没有消息啊？少爷，我们一定能救回少夫人的。都怪我、啊，我应该照顾好他的。 少爷，少爷，少夫人找到了，在郊区的废弃厂房里。小心点儿，宝宝要坚持，爸爸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还有多久吧，爸？还有十分钟。少爷，您不要担心。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我看你呀。 就是想勾引江逸然了吧？贱人就是矫情。学妹，你我都是女人，为什么一定要咄咄逼人呢？我呸！这个贱人，你怎么在流血呀？你说你肚子里的野种还能保得住吗？你可真该死，居然敢怀上江简辰的孩子。难怪你们会在一起，原来你是拿肚子要挟他。的，我告诉你了吧。 江姐是绝对不会允许像你这样身份低贱的女人生下他们的继承人的，你根本就不懂爱、啊，你爱的一直都不是江简成，而是江家少奶奶这个头衔罢了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能够嫁进江家是每个女人的梦想，你在这装什么清高？你果然不懂，我说的是你不懂，你该死。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该死，你们都该死。不过没关系，马上就会死了。 小英，江一然，找死啊！站住，别动！江建成，知道你很厉害，样样都比我强，甚至还是搏击冠军。但可惜呀、啊，你也有软肋。好，你想要什么，随便提。哼。 你忘了我是你弟弟，我告诉你，江家是我的，赶紧让老头子滚出来，不然我就让你的女人死在你面前！别动，江建成，我爱你。<laughs> 江以然，老爷和大少爷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都不珍惜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伤害江家唯一的少夫人，这回谁也救不了你。<laughs> 小英，小英，<laughs> 走，我们回家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陆莹，你凭什么得到江建成？<laughs> 雪梅，我真后悔认识你。你醒了，小英，怎么样？没事了。江逸然呢？他死了，他也算自作自受。本来爸妈还指望他远离家族事业和纷争，没想到他做了这么多坏事。 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这段时间爸爸妈妈心里恐怕也不会好过。他们在处理后事，毕竟他是江家的血脉。那血妹呢？被抓进去了。我的孩子，孩子没事，你放心。另外，陈秀芬和陆波也是这次绑架案的共犯，一块被抓进去了。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要害你了。 客气什么呀？想吃什么，跟我说啊、嗯。想我了吗？想。嗯，小英，这个是我给你的承诺。简城，我不能要你这么多股份。我丫头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你是个好姑娘。 值得我们所有人珍惜，更何况你的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了。我之前说过会帮你调查身世，现在已经有一些眉目了。你的父母呢？都是善良淳朴的退休工人，现在正颐养天年呢。真的？当然了。接下来我会立刻把他们接回江家，让我们尽孝。好。 检查，我在公司上班，赚到了一些钱，然后给你买了个戒指，我给你戴上。好。<laughs> 谢谢。以上就是设计部的最新创意计划，杨总，您还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你这个点呢。江总手上的戒指是江总送的。是啊。 是啊，<哇>这也太浪漫了吧！嗯，那这样，我们散会。你怎么这么快就上来了？啊、我还想着去接你呢。没事儿，我知道你工作忙，不用接我。我看看，江总诗个戒指，是,是江总送的吧？真好，我、啊、这个纪瞎看的都羡慕呀，可能多幸福啊！ 嗯，他们怎么知道我送你戒指？哦，我就是小小的炫耀一下。你呀<呢>，老婆，这里是江氏集团。哦，哇！不过这个戒指其实很便宜。胡说，你的爱对我而言价值连城。啊！有人呢。